上上后壁面有看到遐、欸。我甲伊讲吼，人吼唔好自卑，你敢知？嗯。咱有咱的优点，嘿。咱有咱的特色。嗯。你有看无？萱萱伊歌喉就各方面嘛拢真优秀。对啊。你也无较差伊。啊，有啊。虽然讲咱即马这个歌声、嗯，有时阵会了啊。比车啦。无就敢那亲像王思婷以前作唱的歌，迄条叫。上车路口有无？人生难免有命运的车行对对对。嘿、欸，咱会停，啊，咱会停，撞到上车路口，咱会逼平。啊，我爱上车路口伤济啊。啊，对啦，你是较济啦，啊，因为你特别啦，因为你就是很特别，是不是？因为我爱讲，伊有伊的所在，但是你有你的。你有你的咬，我是拍这个。不要再拍了。不是啦，因为有很多小朋友，我是被想要说你有你的咬啦。对啦，对啦。啊你你有当天不台顶，你就是爱放大家己。我很气质啊。气你的黑啦，你的，你是你的气质。你真亮，真亮！你若当个班个主持的吼，你做样子吼，在 FB 我看了，我准会做袂啊，我也无咧出小姨啦。啊，你若当着我本人。你就把你的原始的本性，原始的本性吼，你提在舞台顶，我感觉你就是特别水的，迄个活泼神经调大条的迄个可爱，我感觉在我的感觉这样很可爱啊，加古锥啊，不做作啊，是不是？做人就是水啊，哈，对对对，哎，大哥，谢谢你讲这个。这包红包吼，吼，这又起的好不好？来来，我甲搬一下。嘿，你甲搬一下，好啦。哦，你要搁另外甲搬一下遐，算又起的，甲中国拢有就对了。哦，啊，伊八十八岁呢。哦，嘿对啊。谢谢，新年快乐。你有听到做矫正，你有知影讲好贵哦，真的。嘿对啊。我是十万出啦。你十万出，阮家会讲爱讲有迄拍爱夹无，讲袂啊，等人了，打鼓用啊。哎，阿伯唱就来你教哦，红粉够用。你何小姐唱好无？我叫伊唱，唱给你听啦，好无？我比较好唱。卖啦。啊，无好唱。哈，我来恁两个好唱，先过来红粉的够用，嘿个个啊。啊，你来迄个三零四零，我来啊。好好，伊八八，你八六就对啊啦吼。对了，我，你两个合唱好，我紧来。啊，继续好啊，有咱带做些小姐。我不是爱姐没有，我只是不希望我唱不了歌，让他颁奖两颁奖。黄昏的故乡，黄昏的故乡哈，有咱今日哈。嘿，无啦，那妹来跟你唱啦。嘿啦，阮是无闲，快讲阮基本的礼貌。即马台湾的制度拢哪解哪话，你知无？唱歌单独唱安尼吼，啥物事较孤单，对哦。哎，啊，咱即马有人陪伴，感觉较温暖啦吼。温暖的双生也对啦。哎呀，好来，黄昏的故乡弄蓝调 ，OK。
学习的心态就好哈，那因为。